要的，我要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还好没卸妆。今天是有流程的，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画。嗯，这是我们找画手画了你的那个荧幕上的几个形象，你看你都能认出来吗？抽本儿吧。这是许放，紫星子、鲤鱼、韦恩、景天、李想。少晴，沈经理，江白玉，齐明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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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说明你这个画的还不错。感谢掌柜的肯定。接下来是一个表彰收带。当当当当！劳模小张，劳模小张耀眼四方。接下来是吹蜡烛许愿。吓我一跳。一定要快乐。然后第三个愿望，嗯，吹完了，好嘞，吹吧，嗯。Happy birthday！祝张耀同学24岁生日快乐！这儿一共有5个小人，我们一共是4个人。嗯，那就，A few moments later， 怎么把5个小人分成是快？数学难题。24岁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把5小人分成四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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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可以了，好嘞好嘞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